郭凯驰无线手持吸尘器除尘螨实测篇，构造有集尘、过滤、双开关、电动除螨刷头、贴雾毛刷，增加真空度。实测前看一下，请拉即开。干净集尘盒，干净过滤器，干净的可水洗 HEPA 滤网，轻松装上，对准插入，实测开始喽！开机，利用真空原理吸尘螨，也可以立直定点吸，实测吸个一分钟。好好奇哦，效果到底如何？满满的尘螨呢，没吸都不止这么恶。德国凯驰无线手持吸尘器，搜寻甘仔家族德国凯驰。